车站，闻了假车站。彭亨州文德甲成了水乡泽国，大雨过后，慈济志工搭船缓缓前进灾区，了解情况。这边后尾就是新村了。水淹近一层楼高，大水渐渐退去后，慈济志工立即动员房事造册。也好，去到我们的灾区那边呢，我们都是要跟守 SOP 哈，口罩、洗手液啊，这些保持距离都要有哈。水一堆，你讲水一堆啊？它是多少高啊？高效哦，人家是全部烂完哦。忙了一整天，村民接到志工带来的便当及饮用水，暖了胃，心里也更温暖。站到后尾这边前面啊，前面啊，前面过人头的了。哦，我家你要到这边了吗？我的东西都全部挣到完吗？如果没有过到这边，我的东西就没有挣到。还有两。除了住家，志工也前往商区，发现部分地区的水位还完全没有消退。一句还会再来，成了村民灾后听到最感动的一句话。哇，感动！我还在想着要怎样买饭给我的员工吃，就现在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。54位志工在文德甲和淡马鲁总共派发了875份热食，让灾民清理家园时更无后顾之忧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赖玉珍，马来西亚报道。